咪咪咪给主播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亮个粉丝灯牌哦，谢谢谢谢这个沈月浩的点赞。我们这个 CT5 刚刚有问的有吗？还在不在？还要问 XT6 的。XT6 的话，我很，你说了带一家人出去旅游，那是真的很值得购买的啊。你说他的那个三排，我们那个第三排是真的能坐进去人的，就是腿是好放的，所以我很就是觉得这个是值得买的。你如果就想带一家人出去出游的话。好了，两万了是要干嘛？你们要看摄影师，是要看什么呢？你们在下方说一下是要看什么的。当然是看摄影师跳过舞。我怎么总感觉有蚊子在飞？欢迎大大大大白加入直播间。你们好变态呀，大哥。那个我是大侠，两万了是干嘛？你们要看什么？是不是摄影师要跳舞了？我怎么这么大个蚊子？其实摄影师他是一个女的，大哥们，你看她跳。现场拍死了一只蚊子。大哥，要不这样子，两个人一起跳。他说了，摄影和香香得有一个跳科目四。那必是他呀，对不对？那没毛病。让他找一下科目四，好吧，我让摄影过来跳，好吧。摄影旁边跳吧，你想看双人舞是不是？没有问题啊。像我们这边有三个人，对吧？三个人一起跳，好不好，大哥？行不行，大哥？能不能安排一下？大哥来，来科目四啊，我搜索一下啊，科目四啊。我要让欢迎乐活，你干啥？你五个连一个，他要一个摄影师旁边的球，看你看到没有？兄弟们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，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快跳！科目六啊！金金，欢迎金金的粉丝灯牌，谢谢谢谢亮的粉丝灯牌。大哥们，他不跳怎么办？大哥，一会儿的话，我们让你们看看好不好？没事，那实在不行我们就让摄影跳吧，好吧，摄影跳一样的。大哥，你静静，你要满足大哥的愿望，你听到没有？是不是大哥？大哥，我不会跳，主要是我是真不会跳，是这个吗？他就是喜欢看摄影师跳给别人看，我练一练。那他再练一下，是这样子，怎么跳呢？人家是直播间主播跳舞，我们这边摄影师跳舞，我们要跟别人不一样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跟别人不一样，我做不一样的自己，做不一样的自己。滚！你还拍我是不是？做不一样的自己啊！我让他过来，好不好？你跳不跳？他们要看你啊！欢迎按摄影。一起跳好不好？三个人一起跳。好，人家都说要看你跳的。你别走，你别走。他们只说一个啊！好了，不要吵，稳住，不要吵。大哥他不跳，大哥。阿正说要看摄影师跳的啊。你跳，一起跳，你跳我就跳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摄影师。两个可以就两个，让他们，你回家个播啊？怎么了？我回家不一定，回家如果播，可能也比较晚，而且我最近想做面膜。做个面膜给你，没什么，你敢吗？那还认得出我吗？你跳。他说摄影师不跳舞不唱歌，我可以回家了。啥？他说你不跳舞不唱歌，我可以回家。想想可以回家。大哥不就是？我说实话，大哥你为什么非得看我跳舞呢？大哥，大哥你分享直播间。那个大可乐下半年不一定。来你跳不了。下半年不一定啊。你一起跳好不好？大哥一起跳好不好？大可乐给我们点播关注啊，亮个粉丝灯牌好吗？嗯。你放音乐可以吧？点点关注点，好的，你一起跳，你也跳。拜拜。啊，我无所谓，我本来就跳。我本来也，你不要。大哥行不行，大哥？你不要犹豫的。你用你手机放科目四，科目四你能说了那就一起，我无所谓。行吧，对不对？我来看一下。